小翠，有件事我想拜托你。午时已到，出发。启禀娘娘，蒙面刺客出现在东宫门口。高长恭，把本宫放开。玄武，解药毒。你撑着，我带你去找大夫。我不准你死，没有本王的允许，你不准死。兰陵王剧情进入最后倒数，千万别错过。